最近咧又轮到毕业嘅季节啦，如果大家咧觉得净系送一束花好闷嘅话咧，可以试下去工作坊去学整呢啲保鲜花花瓶。但系一于带大家试下咧，究竟系点样整啦？準備的花材會有高有低，我們就回想要幾個位置的高度，譬如我們想放在這個位置，因為鐵線比較過長，我們要剪一剪。